To be or not to be？ 你们在背诗？是的，老爸。背诗都这么有默契，不会联合起来瞒着我偷玩游戏？老爸，你就放一万个炸，一亿个，一万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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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亿个。释放一万亿个新的香气。甜蜜，你笑的甜蜜。老班子，老班子，不用戏。你过来这边不是想和大家玩游戏吗？放心，牙牙的手机是无流量套餐，我走之前把家里的 WiFi 也给断了。怎么把我往下去拔？我爸好恶毒的心，以为这样就能阻止我们。如何不借用你家的 WiFi？ 借用 WiFi？ 师傅，能借一下你家的 WiFi？ 当然不行了，我早就和大聪打过招呼了，他不会告诉他 WiFi 密码。你爸认识陈叔，你打开。我爸有他的朋友圈，能打招呼，我也行。来，小聪啊，最近过得怎么样？别挂别挂，没啥事，就是想问问你家 WiFi 密码是多少。我记得大聪好像有个儿子，小哥也认识。这茬我给忘了，我现在回去看看。就像铃兰之剑的本格战棋玩法一样。立体地图利用地形高低差是玩家战术策略的重要体现，因为地形高低差影响了不同兵种的前进路线、攻击范围、伤害判定。我们搬到窗边就是想看高地，一旦我爸回来，我们就能第一眼看到立于不败之地。果然是我们炸！Abandon, abandon。你怎么回来了？你们一直在背单词？ Yes, always. 没偷玩游戏吧？爸，都没有网络。这么说你们没借用邻居的 WiFi？ 绝对没有。手机拿来，如果你们连过 WiFi， 再次点开就会默认连接 WiFi。我就说我没借用 WiFi 吧。爸爸是相信，这回老爸可以放心出门办事。等等，上个脚步声会比较重，上个脚步声。刚才我听到脚步声先重后轻，说明我爸下到一半的楼层又摸回来了。杨哥你好聪明。这没什么，咱们玩铃兰之剑也不限制部署施法范围，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有确定我爸的部署超出了范围，才能真正确认安全。那我们有道理是让你去如何解释宇宙起源，这里面是真实的数字。你们研究点小题目，就拿个东西。金秋天，冰箱起的流星。这回真走了。咱为什么不直接没收杨哥的手机，连同枪毙他玩游戏的可能？你以为我不想？我的手机，我爸非不想，实不容易。我让深得铃兰之剑，体精。铃兰之剑相比其他战棋游戏放大职业克制关系，同等下克制与被克制的伤害对比尺度，只有妙用克制策略，发挥某个角色的优势，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杨洋的克制策略，我爸克制我，我妈克制我爸，我现在每天拿手机帮我们搜集美容攻略，我爸没收不了我手机。等等，再讲，说不定我爸有什么暗示。童年，我的童年，好像空气感，小小肩膀，大大书包，少年同学团。没问题，可以吧？
金秋天冰箱洗热流出怎么了你拿一个东西改变那个丁香我用不了可以养其他办法你怎么也完全灵兰之剑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放心我也龙你这我说的好道理哇你运气太好了吧哇我爸回来了去拿个东西。老班子，老班子，我在地上工作，拿个东西，就算是你刚刚的时间。别干了，杨哥，地球是这边，沙发山。老班子，老班子，爸，你怎么又回来了？很意外吧？你会利用地形高低差，我也会利用你的视线盲区。爸，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把桌子搬到窗边，不就为了第一时间看到我吗？没有，我看书累了，看看风景，调剂心情。这是。是我故意周到你卑鄙你会职业克制我自然也会所有人里你最信任公孙磊所以自然你对他会更为封信这好方便我以他为突破口手机开着录音鼓明兰之剑除了职业克制技术和地形角色和角色搭配也很重要别办了杨哥先求新见面烧完饭不怪怪我技不如人吧我只好奇好吧不好意思我的游戏进度角色熟练话真多我希望你能引导洋洋在游戏之余也能培养对知识的兴趣既要玩得痛快也要学得踏实你要知道只有一起变好向上才能走得更长站得更高原来你比杨哥更深得灵兰之剑的游戏精髓你的职业克制策略不仅仅是练我拿快递抓两个字更要通过我对他的克制彻底改变他的观念是但怎么选决定权在你也玩过灵兰之剑游戏里你的选择可以改变世界现实里你的选择或许改变不了世界但却可以改变你们自己的人生不过你要知道游戏可以删档重来但现实却只有一次机会杨哥你醒了我爸杨哥不用丧气这次输了下次再斩谁也阻止不了咱王阳戏的心没错明天有戏继续玩戏公司的林辉安姚叔的摄影师有小聪明的人很多有大智慧的人却很少但愿他是后杨哥你先算了咱们先看看书降服杨叔警惕正好这几天我找了一本挺有意思的书真的挺有什么书我给你